哇哇、哦、我刚想说是林书豪要上来吗？怎么欢呼声这么大？原来是王柏智啊，现场可能有一半是王柏智的球迷哦。哇，这可能不止一半啊。对，他可能自己也没想到他的欢呼声会这么大。今天终于不用再剖鞋寻柏智了。王柏智上来，陈。